是吧？认真看书，别看我。我是在看外面，天气好。没色无人，没色无声。原来网上说的是真的，遇上真正喜欢的人，他的存在就够俗了。在图书馆学习呢。你可真是艺术生里的学霸，天天泡图书馆。图书馆接电话不太好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啊。你拜拜。等等。你又有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已经结束集训了，明天啊就要去外地打比赛了。其实我心里挺紧张的，我也没有什么想要说的，就是想听你说几句话。听了你说话，我心里才踏实。你可别笑话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，就会心慌。宋思夜，那先这样，我先挂了，有事回头说。图书馆真的不让接电话。好的，我也充满电了，拜拜，我会加油的。